哈，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，要从博物馆说起。可以准备一杯 hot cocoa， 来上一杯热巧克力，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。有一名博物馆管理员偷偷地塞给我了一张宝藏图的残片，结果被我无意间带出了博物馆，就是这位传奇的盗贼。后来得知考古学毕业的他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家族历史和宝藏，他正是1695年掠夺过钢之威号的海盗亨利·埃弗利的后代。他相信宝藏一直静静地待在一座未知的岛屿上，等待着被发现，于是我也就顺其自然地加入了，踏上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冒险之旅。这一路上我们发现了两座失落的古城，休整了一年之后，我们准备去探索马达加斯加的国王湾，还有埃及的未知沙海地区。好了，冒险仍在继续。